我们一起到那个就是一个高尔夫球场去度假，然后呢，我们的个性就是太独立了，我很想要吃一样昂贵的食物，我不好意思跟他说我要吃那个，我跟他说，哎，我看到今天那个餐厅有一个什么东西，我晚上请你吃。嗯，他就说，哦，好好，你要吃吗？好好，不用请我啊，我们就结房账就好了。哦，没有没有，我请你，我请你这样子。嗯，结果就去，我就真的点了，很开心的吃完。然后要结账的时候，我就真的跑去柜台要结账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：“你真的要结吗？”我说：“对呀。”我就还把皮夹拿出来给人家付钱。然后我回去的路上，他就跟我说：“你知道吗？你真的是一个很奇怪的女生。”对，我回来就跟我一个好朋友，就是一个弟弟的人物，然后他就跟我讲说：“姐，你这样不行。”对，就像刚老师讲，那你这样不行，这样一点都不可爱。嗯，你让那个男人完全没有爱你表现的机会，你这样子不行。这样男人会跑掉，付出，男人在付出的时候才有爱。嗯，我让他觉得说这个女生好贴心哦，不行，不行。